选出增城戏曲协会名誉主席吴伟明先生，同埋资深嘅闺秀子喉唱家何子雅小姐，为大家献唱一首《悲康名曲》《雪乎旧照》，有请两位嘉宾。
王妃有礼。公子有礼，公子你深宵驾临，有何要事啊？亦似长平一次中目啊惊啊心啊笑啊兵四十万顿花泥尘秦师姐啊，东墙啊区，把邯郸围困啊，赵国危于在旦啊，即即被擒。秦望朝鲜家霸道横行，惜我腋下援兵只遥遥来助阵。魏王我怨泪，不过朝前望任论衬。信啊望此寒，我轻。放眼偷生，迎敌处清风林，我藏七青信明啊君，还未露对风沙林，月行一剑起。纵是
脱那染，将那伤啊无踪啊，樱花长啊红，换那日一归神。我宿门那客三把钱，脱衣衬那林，战那阵，此际生啊。死别啊，匆匆到啊，阿姊，此一行。
后王妃相属袁姬人马。你是魏王恩宠，我才决意此行啊。可惜魏国攻阿城，誓与秦人决那阵啊，又怕连累于你，惹你大祸临身啊。公子，你既将安在呢？有愧王妃多谁夜问啊，谅我生如马乱意难寻啊。请公子你速说亮貌啊，金柳催人我
受国情啊风景彩云，岂得烟海气啊上身？你我从前遥知问，望到冰封结缘生。保家保国常和平啊话一阵。唱腔設計就是來自我們的王志良師傅，曲名就叫做《殉情花燭夜》。我們請出的是著名文武生曾慧的高足司馬祥，跟他拍檔的是威秀子喉唱家盧鄧容真女士。有請兩位嘉賓為大家演出的是《殉情花燭夜》，有請。
論太后废尊，虽从何嚟，贪却金马怨，长辞孤雁高飞，何以你下诏妖算？碧眼令人取悦，因那缘错配是作根，
冇理思，为夜低啊。
盼我位高权重，会谋反清帝，才华施辣手，将我剪吹。出場嘅啦，咁下面請出廣東省曲藝家協會副主席、著名澳門粵劇文武生邊個啊？朱振華老師，同佢拍檔嘅係澳門資深子喉唱家鄧麗冰小姐，為大家演唱一首《破鏡重圓之分鏡》，有請兩位嘉賓。
心怀悲怆啊！难达君王，离万硝烟，从小看沉沦歌舞，未胜危亡报国啊无门，心悲怆，奸臣啊当道，将朝堂，国破家亡，离。审以臣挡驾国门，就将十本难达君王。叶干啊！
生功啊，叶马成缘送，再约向东。
生意。好啦，我就把铜镜分开，你我各执一半，他日有幸重逢，就以此为朋啊。
啊啊再会何期？
奉家望阳。公主，哦，我从驸马身中，好了。首非常好听的《分镜》，多谢两位嘉宾精彩演绎，就结束我们今天的江南妙韵汇阳城。在这里再次多谢大家的光临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胜意，家庭幸福。